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幸福来了，冲顶上岗吧！恭喜大家！今天呢，我们呢，大集合来到高雄市的旗山区啦。哇，来高雄还买罗马冷金色，对对，因为像香蕉的颜色嘛，哎呦厉害！象征发财嘛，哈！哎呀，你要知道啊，高雄我们都来了几百次了，真的，尤其是旗山呐，旗山观众看到我们更开心啊，然后希望所有农特产品也能卖出去。先介绍我们的来宾啊，有江振凯，欢迎，还有邓继祥啊。春之后啊，不是春天来了，直接夏天就来了，哎呦，都跳过春天了，世界很热了，观众的热情也感动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呢马上要送出大奖8800块，哎呦，全民乐透彩，今天的第一个游戏是全民乐透猜，只要相信猜出艺人谁会赢，都有机会拿到8800奖金。第一关游戏就跟今天的所在地天后宫有关。一般的天后宫，虎爷都是在桌下镇守，但是旗山天后宫的金虎将军可是少见可以坐在桌上的哦。今天的全民乐透猜，第一个游戏要怎么玩呢？马上就让瓜哥来为大家讲解一番啦。来，全民乐透猜第一关的豁牙小宝，有两位男生呢，请坐在底下。来，江振凯跟杜继祥。坐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来，你带着学弟来。然后呢？来，有两位女生呢，是伴着虎爷呢，来开嘎破，他开嘎破，爱小宝，爱小宝，哦，破掉一颗，要到这边右脚破掉，时间的秒数。第一关，虎爷爱吃炮，就派出玛利亚和尤娜来对抗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赶快选出你认为会最快咬破水球的人选，究竟是玛利亚还是尤娜会获胜呢？大概都一半呐。来，玛利亚，请就位。游戏规则，他戴眼罩，他不知道球，但是呢，底下的可以协助他，你也看不到他，不能回头，像不能回头，你只能靠手给他，双手不能扶球哈。好，来一样，你们通力合作，豁牙爱小宝。好，第一棒，我们的玛丽亚蒙着眼睛啊，你球要停的，球要停的，他咬破，好，有，蒙眼找不到，找不到球。13.9，接下来你们也是一样了啊，来，来请就位，来 Yuna 就位，第二组的 Yuna 刚刚前面13.9，是你们虎牙爱甲炮，加油 Yuna 现在开始咬。因为前面有成绩赛，所以他有压力了。来，玛利亚13.9。对。那我们尤娜是几秒？4.21。啊！这边获胜。来，这边请一下，谢谢。玛利亚获胜。好，这边的朋友要淘汰啊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进行，接下来进行第二关。比赛真是激烈啊！第一个游戏就让好多现场的乡亲压错了宝，第二个游戏也是很在地的哦。旗山天后宫的月老星君在圣诞时这里都会举办青年男女联谊活动，为未婚信众牵红线，所以我们玩个千里姻缘一线牵哦。来，接下来进行的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。哎，为什么玩千里姻缘呢？那因为里面有月下老人嘛。哦，有月老。这里最有名的，除了天上圣母虎爷之外，就是月下老人啊。其实很有名的叫做香蕉，香蕉什么香蕉做的产品啊，还有香蕉的干啊，还有香蕉蛋糕啊，还有香蕉红茶冰呢。对，这一定要好好推广。来来，香蕉干给我一下。香蕉干是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一完整的香蕉干，你看多漂亮。这样子的，这就香蕉干。对对对对，啊，那种哇，好吃的。你是香蕉味吗？直接吃啊，当然香蕉味，不然是芭乐味嘛。芭乐味有什么问题？香味很像吃那个乌鱼羹哦，口感咸的，口感的哈。对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就很简单，五个女的，五个男的，
会抽出四位配对，哎，四位不是两男两女就可以尽情发挥，香蕉干咬咬咬咬，然后亲嘴这样。不是，这什么亲嘴？对啊，不是，是咬香蕉干的比赛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比怎么比快呢？啊，比什么？比男女单杠上面嘛。对对对，到中间就开始咬，咬香蕉干，然后呢，比什么？咬了最短的那组获胜。香蕉干很近哎，那讲好不可以吃到没有，一定要有哦。要有，他没有的话就算输哦。不一定抽得到啊。现在怎么配？现在只有四根线有耳的。哎呦，自己选自己。你们等一下，我们先选谁参赛？你们先稍等一下。要选是不是？对，要选是不是？要先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下。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下。来，哇塞，我是月老了，你们抽线。先不要抽，拉着。一人抽一条，这谁受得了？我要这个拉着一条。配不知道。哎呀，都有了，都有。继续。一二三，你们用力抽，我放开了。好，一二三。有的吗？有的，请出列。没有哎。有的，两个美女了。有，我红色，我是红色。只有白色才有。啊？白色有。白色的手拿着。我也想。蔡玄最强。我也想。哇。怎么会三女一男？不是吧？新来的。等一下。为什么唯独排挤我？那个女生要放掉一个，我再让其他男生再抽一个，好不好？你已经入围了，好，入围。那小杰，你就先暂时不要。那有 Yuna 跟对不对？你有抽到？你们两个抽到了嘛？你一个男生嘛。接下来男生，我只放一个签，你们抽到就是了。好，你放这个没有？好，这个都没有，红色的。没有，积极是怎么样？来了，现在是抽到红线的，就可以速回了。那速回谁呢？再说嘛。等一下，不，他是唯一男生嘛，现在。是啊。你先挑一位了。好，这两位。我们那么少，不要这样。Yuna，你要 Yuna，你选 Yuna 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抽到的就是 Q 你的。好，治疗线而已啊！不好意思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啊！你要先抽。翔哥，你先来。先抽吗？翔哥，你先。我抽了，你们就不用玩了。你抽了就拔出去了。抽了，拔出去。一个来。一，我抽了，你们就不用玩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中了啦！幸福哦！谢谢瓜哥，谢谢瓜哥。为什么你一抽就中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幸好，而且他们三个都在拜，我都没有拜哦。你刚说要逆向思考，逆向思考，逆向思考。哇，太好了！太好了吗？来来来，好，就是跟 Juni 了。好，你跟 Juni 先站过来这边。吉祥英文。现在两组比赛的就是一组他们，一组他们，他们两个呢，谁吃的香蕉最后会是最短？因为我们用尺来量，最短的获胜。来，请选择。是季翔跟 Yuna， 这边选择的是 Juni 跟阿翔。来，请就位第一组，来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来一分，开始喽。是啊，你咬到这里啊，有可以量的。好。最宽的角度哎，变成三角形了耶！我要考古学家，这一次挖到什么化石啊？这就1.3。不过你们要赢，他1.3呐，因为他最长的1.3嘛。那你不要咬到谁的啦？来，女生，好，来，给你来。这个又没有计时间的，没关系，咬完就放好了。预备，好幸福啊，小哥。我咬完了，你的取谁的位置？都是我的啊！
不是不是，他咬完他问你还在他嘴巴，一定取最大的。为什么两块？你看这么多，没有啦，这个不能算这个啦。这个拿掉，这个拿掉。拿掉。这个你看宽度就已经。应该二了。太二了，你不要紧，你没力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想说我嘴巴的皮已经断掉了，我以为是算我里面这个。所以他不是，他是输的啦。好。哎呀，还好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剩下的我们进行第三轮的游戏。这第三个关卡，上次玩的是元宵提灯笼，今天来到岐山，当然是要提香蕉啊。一人用不同长度的棍子来提，重量相同之下，棍子的长度越长越难提哦。接下来这一关呢，是由武阳还有 Terry， 还有两位，两位是猛男呐。哦，比腕力，腕力不能离开这个蓝色的区块，这样就算犯规哦。好，不能碰红色。它是70、80一直往上。香蕉不会增加重量，它是1.5公斤，良好的。但是棍子会越来越长。好，来，很难呢。那它越长就越难了。我给你示范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72，70。哎，不是，刚刚要抬起来，是要抬起来。对，不要演，不要演，要抬啦，要抬。你准备好了没？来来来，抬起来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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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只手是犯规的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手腕力没力量，腕力啊，腕力，哎，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，有了，阿翔的腰怎么不行？真的，抬不起来，你要成一个弯。好，来，请那个，来来，先上，先上位，先上位，选手一个杀，一个杀，来，去选手。再跑进来了，左右边差不多。来，这边先来吧。来，武阳垫后。来，请准备。我们从80的越长呢，录取会越来越长。所以呢，你到最后的时候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压过这里，这个规矩不能改。但是可以改成什么样？你可以这样，侧有点侧面哦，二头肌这样。你可以，但是降落不能歪。降落就要准，在框框里面。好，来，请。来，还帮 Terry 加油一下哎。接下来是武阳，来帮武阳加油一下哎！还要轻松啊！好，轻轻松松。来，接下来是90的，哇，这比刚更长哎！对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对，因为肌肉炸开喽！好。掌声鼓励一下！我越来越懂了呢，越来越懂了呢，感觉很难。香蕉重量没加，但是长度变长了。哇，来，预备，来，五幺，两加，好，香蕉重量没有变。解掉的是100，哦，100就更长了，是100了，哇，真的，好，拿起，100的就更长了，好，等啊，可以再强调一下，100，哦，因为好，路来路等，进来，大风雨哦，大风雨很厉害，看，正面迎击，来一个，来，好。成这样，对，那他110就不行了嘛，110又看不行啊，他比较稳呢，100跟110，看到没有？有，110的啊，来，好，110，现在换上110，来110，110就更难了啊，太长了，来预备，来，
也就是有20把剑，哎，里面只有一把有红色的签，抽到的人呢，就是有8800块，8800块奖金，要加油了！一所大学乔连胜是乔乔什么的？乔什么的？香港的。哦，你从香港来这边念书？对啊。多久了？快一年吧。一年啊！你也是香港侨生吗？两位都是啊，是的。哦，喜欢台湾吗？喜欢。对，吃到胖了。吃到胖了。你可是香港美食更多啊。对啊，但是贵到我受不了。贵到什么？因为香港地下贵，一碗那个什么蛋仔面，什么那个包那个牛仔，那个都要100多块。对，都要100多块台币。台湾都几十块而已。对啊，那你最喜欢台湾的什么？我最喜欢台湾的二仔煎。哦，蚵仔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多人形容蚵仔煎叫咸咸的稳。哦，咸稳，好浪漫哦。除了蚵仔煎之外，你觉得我们的医疗健保怎么样？哦，我前几天才去了医院。啊，为什么？就心脏不舒服。对，在香港就比较麻烦了。对，香港真的要等很久。对，但是台湾它真的是可以网上预约。嗯。然后那个医生比香港的温柔很多。哦，当然我们台湾是热情的。是，当然最好不要生病。当然，但是这个是有准备，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除了医疗我们要推广之外，你觉得我们的捷运啊、交通啊？很方便，很方便，真的。香港动不动就塞车嘛，车那不是因为香港岛小嘛？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香港的男生跟台湾的男生呢？台湾的男生比较温柔。那是一定的嘛？现在都有交到男朋友了，结婚了，没有了，只是定情物了，定情物。恭喜啊！来这边你看看，又找到吃的，找到住的，加厚铁，难怪那么喜欢。不要飞去了啊！那谁来先抽嘞？好，你先拿，来先抽，来，祝你幸运哦！来，等一下，拿的时候1、2、3就抽，这样子抽好，来拿着。然后第二，没有啦，没关系啦，你到旁边休息啦。休息啊！林先生，下次见哈！来。结婚了会不会喜气？等一下，他不是结婚吗？谈恋爱了。谈恋爱。1、2。哎呀！好了，恭喜啊！继续去热恋啊！继续热恋啊！对对。阿妹，你好，你进京招？没啦。阿爸招用来。啊，招用来。靠你招。招下，招两波。你退休了吧？也未啦。跟你做摊开。做轮胎啦。啊，轮胎啦。哦，做轮。做轮胎啊，轮胎。换恁来嘛。哎，辛苦辛苦。来，请抽一个。啊，一支几号？来，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我个肚围啦！啊，我个肚围啦！哎呀，都挂心脏，心脏是不是？还有没有挂心脏急诊？心脏怎么样？还好，我有练，我有练。谢谢。啊，被拍死，拍死啊！卖卡币啊！卖卡币啊！我给他渡倒了。你提这么多物件安尼啦？大家附近吗？哎，哦，今嘛是出来买菜啊？我来看农业的物件，买物件啊！都电工，哈侪人讲苦瓜买来啊！苦瓜啦，苦瓜啦！看苦瓜，我赚8000块啦！来加油啦！你把那票领了。在吗？我是20几的，现在跳出成18几啊啦！哎呀，那就跟一支哦，快点哦！1、2。对，先挂啦！先挂啦！没挂这里没彩呀，没挂。停我等你助攻啊！来，年轻学生，来，这都是同一个球队，网球的，大家都网球的，球队的，来抽一支，来我们看哪网球队哪一位会抽中啊？三国中网球队。
太快了。我怎么可以等花灯数三？三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三好吗？好来，好也是网球队的，好来预备，对，请出。你们球队是有想清楚，想清楚，确定了啊？要有信心哦，要有信心哦。一、二、三。五根就抽中了，你看，棒球队的，哎呦，其他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你网球队的，一定很开心。大名是洪于真呐，于真哈，洪于真呐，于真恭喜恭喜，你住旗山啊，在地的在地的。所以，好了，我们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进来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那八千八躲不掉的要给他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啊，那我们谁来捐款呢？我们出八千八，我们出八千八，为什么？我们开春嘛，开春。感谢感谢，恭喜你！一真啊，一真同学啊，开春就这么好，行啊，运气十足啊，开运了，开运是来继续送幸福啊！今天的全民乐透猜游戏可是全部都跟旗山有关，不论是提香蕉挑战、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或是虎爷爱吃泡，都很好玩，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也都玩得很开心。接下来再来玩欢乐不倒翁极限版，共有三个不同关卡，前两个关卡都曾经有人挑战过，第三关隐藏版，希望今天能有观众能够挑战到。来，欢乐不倒翁的极限版。今天分三个版本啊，第一关过了一定有1000块，第二关挑战过10000呐，哇，跳那么快，第三关直接跳10万了啊，跳多少？不是，2万了，1000变10万，然后就2万了，1000、1万、2万，好，不晓得有没有人参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我参赛，极限版，好，还有，哇。五位，齐王，你叫什么？一起是是不是叫一起？运动艺术团队，运动艺术团队。现在学生花样多了，是你不讲清楚，观众还要猜半天，你就直接讲吧。运动艺术，跑酷，跑酷，跑酷，有摔倒过吧？有，偶尔练习还是会有一些肌肉伤。那你当初怎么喜欢这个跑步？因为在跑的那种过程有一种。就面对恐惧的那种感觉，对呀、啊，会蛮恐惧啊，万一摔伤了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屋顶不够高，他又不爬，对，不够远他又不跳。像他们年轻人可能是爬什么墙啊什么的哈，那后面老人家就爬树。树那个，哇，跑酷的，哇，那跑酷的，哇，像他帅的耶，哈哈，他坐也坐耶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啊，所以跑酷不能一个人跑很寂寞嘛，要很多人一起跑才，大家一起练习，对不对？感觉不一样，有老师教吧？有，你跑几年了？跑三年。三年，好跑步的啦，跑步，哎呦，一手大学，这再笨都知道他是篮球队的，太笨了吧？我有人这么笨的吗？太笨了吧？你篮球队为什么要戴帽子呢？棒球队啊，棒球队吗？棒球队啊，这衣服是棒球队，一手棒球有名的，好，一手大学，你是二垒手吗？投手，是投手，都太瘦了，不会了啊，投球速度120，你不要，你在笑他吗？没有啊，问他速度有没有那么快啊？大学什么有那么快？大学生哎，没有啦，130，一般是职业选手才投得出来。他起码135以上，不然你就不要说你是投手了。140，真的啦，140，他以青菜公公哎，那么高，140很快哎，很快啊。然后挖去当你们的投手啊？不行啊，他要先上节目才行啊。你们那个你们明星队的投手大概有没有投到90？有，有吗？有。谁投？冯哥下是。碰哥有100多啦。碰哥有100多。是。出100出。哎，跟他们交流啊。啊，你要邀请啊？对，我还要邀请你们，人家肯跟你们练就不错了，多派板凳啊，板凳我们还打不赢。来，哦，喜欢打棒球的啊，都是运动员，是东海的吗？啊，奇美高中，哦，奇美，你有运动吗？有，原住民，对嘛，一看就知道，阿美族，不能组，哇，那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排球啊，好，今天挑战可是都高手了哈，对呀，好不好？你原住民名字叫？打虎，真英雄。打虎，这是打呼，那是打呼啦。那个我这挂金牌的哦。哎呦。
哇，那上面写什么呢？这个一看就知道。哎呦，哇，劈腿大赛，两只脚劈在一块，劈腿大赛。劈哦，108钱的劈腿大赛是曾经交过几个女朋友同时？没有，这不是劈腿吗？不是跆拳，哦，跆拳的哈，跆拳的。你不想下去，以为是劈三个？你看他劈成这样，你看，哇，劈很开。跆拳大赛的冠军第一名，几段啊？一段而已，一段就拿冠军。对，没人参加吗？有，不是一段，为什么就拿了冠军呢？就努力去拼啊！哦，努力去拼，所以你打的肯定有两段、三段的。没有，也都是一段。一段的，那你应该马上升，拿到第一名应该升二段了吧？没有，也是要去考试。要考试，对，想不想去升？想吧，想。当初练跆拳道是因为怕被欺负，不是因为看起来很帅。看起来帅，能帅给妹妹看一下？我不要啊，帅两下，你要为自己争取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知道阿姨了，她不想。啊，阿姨啊，她的年轻美人。你就像我们摆个 pose。哇，这个不是跆拳道的帅，这是跆拳道的姿势。但是最大 pose 帅 ，pose 对不对？起码了啊，这好像是鹤拳。鹤拳有。那如果鹤拳，你看这个架势，对不对？鹤拳怎么摆啊？鹤拳，表情表情。鹤拳，那这摆个 pose 有那么难吗？对啊，来来来来，来架势。好，你要知道蹦了，你知道蹦了。来，我的天哪，瓜哥，这明明就差很多吧！来国术馆的啊，这个一看就知道，嗯，是打那个什么少林拳的，武术级的，来来，长拳或短枪之类的，来来，先踢个蹦，先踢个蹦，好，哇，你是学长拳的还是兵器？我是学跳舞的，啊啊，学跳舞，学跳舞，少林是有跳舞的，对啊，少林是有跳舞的吗？没有吧，我们是配合八家讲，所以我们是把台湾的文化跟街舞融合在一起。你是跳舞的，跳街舞的，跳街舞穿八家将的，什么八家将？西合并嘛。古时候看到这种颜色，还有人有龙，这是王爷级的。哎，真的呢，开玩笑。虎爷哦。对，这样比较对。他是有钱人。你说结合八家将的舞团有几个人啊？总共有六个。有六个。对。哎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，真的，我们要看看他们怎么舞蹈表演了。那舞蹈你要看，你看过阿翔表演吗？阿翔秀一张给他看。来来来，等等等等，像我跟他们秀过吗？有，先踢他。看到没有？我们呢？你们来宾只要能挑战的，我们都可以。要打拳有打拳，要跳舞有跳舞，要炒饭有炒饭。炒饭。不是说有开餐厅啊？开餐厅。啊，怎么样？可以表演吗？可以。好，来一起来欣赏表演，来。好。想象他们舞蹈这么精彩啊！对啊，而且完全是结合在地文化，这个是现代的舞蹈。这是现代舞嘛？可是衣服又穿得像八家将一样。对，这是谁设计出来的？就是我们老师就想说，把台湾的特有文化八家将，是和我们就是
的专长街舞去做一个融合。是，但是他说八家将他又不够八个人哦，但是色彩是这样。对，雨扇都有，还有面具。面具，对对对。对啊，都不用画脸了，直接戴面具了。这个舞蹈的确很精彩啊。是啊是啊。里面只有你会翻。对。对吧？你还看别人，应该只有你会翻了。传开心啊。可是你还没加入舞团之前是有学特技吗？就是之前有学一下体操。有吗？对，学体操。是这个后面再来学就有点难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你们也舞团名字叫什么？萌世代。萌世代嘛，来过我们节目。萌世代。哇，这个艳阳天跳这个舞蹈的确很刺激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去比赛了。比赛。刚刚比赛是五个人嘛？要加我们一人啊。加一人。加谁？派谁？那派挂个派谁都给哦。你要干嘛？这个派谁都可以。不是，你刚说1万2万呢？五羊啊。五羊吗？五羊。会跳舞。你会跳舞？跳舞。巴西来的。来，有吗？玻璃圈开。有吗？巴西猛男。没看过跳舞吗？你还没看过。要现场表现。现场表现。随便一个来。随便一个。谁跳舞？你会吗？会。你要跳什么？恰恰。碰到帅哥马上跳进去。来来，我们要给来宾看看，我们有才艺了。跳起来，哎呦，哎呦吼，马上学现卖啊！走出去不是啊，你这个感觉好像做 ending 哎，对啊，跟你走。你不觉得那舞蹈可以这样跳吗？很蛮像哎，很像啊。好，谢谢。喂，赶快参赛了，太阳都下山。参赛啊，来五羊参赛，来六个，加油！棒次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跳不过就要淘汰了哦，才能进行下一关哦。第一关呢，有个气球在底下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跳过去把它压破就好了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刚刚按照棒次来访问的第一位，请第一棒来，第一棒啊，极限版欢乐舞蹈哇，要能过关，一次没过就淘汰了啊！好来哦，好过的，好。这个很简单啊，一次就要过关了。你要小看这个游戏，它不是很难，所以才1000块。但是你如果翻过去就淘汰了。对啊，所以除了压迫，还要控制平衡啊。预备，来，艺术大学投手，预备，好。球速太快了，对呀，失控不准。你们是义大，你都做的太大意了。对，那时候瓜哥就要喊了，喊什么？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技术平衡最重要啊。因为打护，打护。好，我们这位不容许的，我们选轻轻的哦。哎，对吧？看到那个投手吓死了，所以他比较轻一点啊，真的也比较稳定。可是反弹差点倒退回来啊，小心一点啊。接下来可以挑战10000块的了哈，打呼我来请。好，下一位，好，请。待会可以挑战第二关，这样能感觉的啊。接下来呢是第五棒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萌世代舞蹈团，萌世代，好，团长。观众在看这个单元，觉得是很简单，没有，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忽略。对呀，对，那失败就失败，比赛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做到表演舞蹈表演的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五羊，好，一人代表，对，哎，轻轻的哈，
小看这个游戏，对瘦的人比较吃香，像阿翔这种。对啊，因为太高了啦。我就跟你算过命了，我说你会翻船，我不相信。最后晋级的只有三位，那三位要注意，接下来这项关卡过了就10000块。哇，那每个人有两次机会，两次机会。很难哦，国中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是有可能会过的啊，连示范都难呢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会过，我不让他参加嘛。好，来一位，好，注意听，这个不好过哦，要有技巧，跨上去，跨上去之后，把碗，国中又，把碗又抓很平稳，然后翻过来，大点心中闪电侠，从站到最上面去。来来，看清楚了，这样过关10000的哦。好，来呗。好，对于跑步的，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应该会过。轻轻的了，跨上冰桌，跌了下来。轻轻的了，跨上冰桌，跌了下来。厉害，不能力吧？待会不搞，抓感觉就好。对啊，预备，来，打哦，加油。把它当成老虎在打火。齐美，来哦，打火。为什么要两次？就第一次抓感觉，现在有感觉了，对，就想办法跳。刚刚示范的是最标准，看你们要不要用这个方式。嗯，好吧，来，请最后一位。那目前大家都是走自己的方法，因为没有人学郭宗佑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位跆拳道他也用自己的方法也下来了。好，我可是之前有叫郭宗佑示范了，三个都没过。通通补考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如果都没过，我们就郭宗佑挑战那20000块了。对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想清楚，最后一次了，补考喽。好，学郭宗佑嘞，要用自己的方法，还是参考郭宗佑的方法，还是自己的方法？趴着，趴着，趴着，脚下来了，脚下来了，坚持，坚持吗？把脚筋着地了，着地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本来也会成功的。这上面滚太久了，那谢谢，好，有1000块，待会等一下啊。好，先稍等一下，先稍等一下啊。下面一位了，因为打我，玩的不好都不打。第二关打打悟空耶，打悟空耶，出手啊，把他踹出去。全部都不用这个方法。对啊，全部都用，全部都用自己的方式。又淘汰一位，一位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，我们跆拳道的同学。没有人想要跨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三位，三位。哎，我求你们用郭宗佑的方式好不好？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不要再坚持。你们都没有人要跨脚，为什么？郭宗佑来讲解一下。其实他刚刚那个方式也可以，但是那个方式很运气。因为如果滑掉就没了。方式是什么？我是先跳，往实力高跳，他们是往远跳。你们是运气，他是实力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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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是100%。我是跳高，然后跳上去跨，我坐上去，这样就不会冲出去。可是你刚开始学这个时候会用这个方式吗？还是用他们的？一开始也是用他们的。对，后来怎么领悟？哦，要这样跨，是那个花栗鼠吗？还有黄金鼠，就是黄金鼠有刺激我了。黄金鼠，但是他们刚用的是黄金鼠的招式。哦，那我求你们现在最后一次机会，用这个方式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比较稳的方式。对对对，来，请就位，请就位。好好。因为我跟年轻人沟通嘛，所以通融再一次，所以奖金不能10000，要降到5000了。如果过关就剩5000了。5000了啊，预备。因为多一次机会啊。好，是不是真的要采取我们郭宗佑的方式，叫你可以成功啊？好好好，哎，跨上去了，翻上来，对啊，跨得很好啊，啊，那个准就准了。不是，一开始感觉好像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对了，至少一开始感觉可以耶。你抓到感觉哦，下一次你就敢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要讲的，你要听，因为成功的经验你们都不想吸收，对，就想用自己的方式。对，啊，已经很表现得不错，有80分了，谢谢。谢谢。等一下啊，还有1000块啊，来。来，准备好了。好，赶紧用这种方式来试试看。哎，你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啊，你还是没有跨脚啊。不会跨，那这个就不会跨了。他没有跨，他没办法跨，他没办法跨。你试试看啊，跆拳道腿那么长。好了，最好的哦，你看一跨一个无。哇哇哇！哎，就大力啦！哇哇哇！哎，就大力啦！太棒了！
太用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爆冲了。三个看起来第一位最有机会。对啊，一起来，三千，变三千了。三千，每跳一次降价一次，他可以做啊。三千啊，然后对，本来一万降到五千，现在剩三千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他在转脚步之后，一个弹跳跨上来，有了吗？可以准备翻完了没有？翻完了没有？又把它翻下去了。什么问题呢？郭宗佑，他跨过去的，为什么翻不过来？我觉得他太急着想要翻，然后他没有抓到那个脚平衡那个碗的感觉，那个脚要去 hold 住他。不急着翻，因为不算秒数嘛。对呀，好不好？两千，剩两千了。哎，对，因为脚印的概念。啊，真剩跳得戏快了，跳得戏快存两千了。好，慢点。慢点，要翻完了没有？又比刚刚好了，有比较稳了，对吧？几千，几千，啊，那个得我掰啊！1000块，哎，几千吗？他歪了。第五次的起跳，好，这个现在跨得很好，现在跨得很好。好，现在把碗拿往前一点，对，开始在滚动我的碗。前面有五百，要哪个？一所大学的超龄会现在喊出500元。麦克风啊，我自己提3000块，好不好？你一定是已经没有钱了，瓜哥硬要给你过。没有，制作单位还是有500，还是500，还是500。瓜哥想看你过，给你3000放进去了。第六次起跳。制作单位500，瓜哥3000。瓜哥叫你过。3000，还跨得好好的，哎，对，很好，这一跨得很好。他用不用完会倒，没过关了，也辛苦了，但是教学会很多事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真的很精彩。对啊。来，我们现在颁那个1000块了，三位多1000块。对，你过关了1000块。第一关哈，你们很可惜啊，1000块，你有1000块啊。对，你好像忘记还有一件事，对不对？3000块。刚刚这个是不是压力？几个停的啊？你还要算一下。什么叫失而复复的？就是这个叫失而复的。滋味失而复。对，好，谢谢你们了哈，没别的事啊。八哥，我们还有一位教练想要挑战。教练，什么意思？有一位教练啊，他是什么教练？你们的教练啊？对，我们的总教练。总教练。军喜你好，军事吉祥的意思。是，你跑步很多年了吗？我跑步大概4年。4年了。对。你是他们的老师。对，算是精神上面的老师。精神上的老师。精神上。因为跑步的障碍不是只有物理上的障碍，还包括精神跟意志上的障碍。对，这是对。那我自己本身是脊椎损伤患者，什么？我是脊椎损伤患者。脊椎损伤患者。对，我被医生判断是有99%的机会是全身瘫痪。你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在体操课的时候做后翻的时候摔下来骨折，后空翻了。对，然后让我的颈椎全部骨折，碎掉。对，所以你翻不过头就着地啊。所以看，可以看我的疤。Oh my god！ 真的，所以你这是当对的，那时候几岁啊？我那时候18岁。那医生判定说已经不行。对，然后可是我运气很好，就是我做了植骨手术。那植骨手术，医生当时怎么跟你讲？做植骨手术有2条路，就是要么就是几率比1%的
1%的存活率高啊，所以我爸爸就让我动手术，因为是在25年前动的手术。如果不做，就终身瘫痪。对，那做了会不会因为手术不好，然后就？那这也比瘫痪好啊！我懂啦，父亲当然是希望他活下来，但是已经看到这种情形，可能终身瘫痪，照顾他也是一个问题。是，那不如做一次手术，不是好就离开嘛？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对。我讲的不好听，但是是这样子。我后来问我爸爸，他说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我比死还要痛苦。对，每天看着他，要帮他看他这样痛苦。对。结果你这样开刀的几率90%是失败的。对，然后那我中间有拼死过一次，然后我想要活下来，就我又活下来，就活下来之后就遇到很多很好的医生，然后帮我做治疗跟复健。你前前后后有记清楚手术几次吗？我手术动了3次。3次。对，一直有开刀复健，开刀复健。对对，动了3次。这个从受伤到爬起来多久？我倒可以走路，不需要拿拐杖，大概4年吧。4年。嗯，这4年来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觉得要一步一步站起来？我的命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很多人救我的。然后那我有，你看医生他赌了一把在我身上，我的父母亲也赌了一把在我身上。这个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生命了，我要把这个能量传达出去，给更多人知道。那我到现在还在做复健，今年已经第25年了。可是我看到外表看起来说你还跑酷，是，但因为可是我的动作没有办法那么灵活，那因为我的左边身体是反应比较迟钝的，然后也比较不能够控制。可是这样你附近就小跑步啊，走走散步，运动，你还要做这种，万一又受伤怎么办？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受伤，所以我才练跑酷啊。对，练反应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棒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运动都会已经迷失掉，好像运动是为了身材，可是其实运动是为了让我们身体有敏捷、更健康，然后有反应，能够保护自己。听到没有？对，我一直在控制。你知道我这几年多受他们的委屈啊？我一直运动，他们说你为什么不会瘦？运动都不是为了瘦，对，是为了反应。哦呦，反应，没错，运动是为了美丽、艺术、反应、敏捷性跟保护自己。是，你真是我们的偶像。所以他是你们的精神导师。今天是真的非常感谢您了，把这个励志的故事告诉大家，还愿意把这个伤口给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告诉大家年轻朋友，做任何事一定要非常谨慎，是，因为你受到伤害不是你一个人，全家都会跟着你一起，是，没错，而且现在还要常常做复健，因为这开完刀，我们学医师就知道，为什么运动选手一开始要暖身，打开，像我每次我最酸的是腰，因为我站一整天呢，对，又站，后来我就练那个深蹲，就要把它拉开，哦，拉筋是这样的。这背很紧，你站一天看看的。不会有啦，运动其实。可是你呢？你那像我们投球啊，啊，我们在练的投球，如果没有暖身，整个背板啊，这拿不起来，很紧，手臂是很紧的。哦，是，郭中用运动就不会了。哦，全身用那个，你哪里紧？你哪里紧？你哪紧？我手头紧。手头紧，手头紧。才刚过年而已。那个。那个手都紧，我们是帮不了你了。他纽约，来来来，刚刚讲到这个精神导师，您的意思是说让他你要挑战了？挑战这个？可以吗？挑战这个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这个太难。我觉得放那个气球的就好。第一关就那个把气球压破的，第一关呐。第一关就好。这个太难，他们都完成不了。是啊。第一关好了。好不好？好啊，我都没有玩过啊。我们决定多少钱给他鼓励呢？哎，对啊，我们这个基本上是1000嘛，1000这个。买不起起码3000、5000。要了。都这种故事这么能量啊。5000好了。5000。要站稳哦，要站好哦。生命斗士林君熙18岁那一年差一点失去生命，只剩1%的存活几率。就因为生命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所以更需要活下去。感谢身边的家人支持跟鼓励，让生命继续燃烧起来。希望他能成功挑战欢乐不倒翁哦。来位，轻轻的往上下就可以了。老师这一次停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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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这一次停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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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轻轻往上跳就对了，他站起来了。一跳，我觉得我的头就在痛。哎呀，也
见证了天下没有什么可以达不到的事情。是啊，是啊。一个讲难听一点，接近粉身碎骨了。嗯。还要开刀四五次，嗯，复健好几年，嗯，还有精神毅力，人生观要乐观，嗯，也给我们正向思考。对，你今天真是让我们很感动，谢谢光哥，有机会是，那有5000块奖金，我们特别请，本来是我们要捐的，对，但是因为这个我们不会跟功的功德抢啊，真的吗？因为功，这个天后宫的功德这么大，哦，我们在抢这个钱实在是没什么道理，是我们没道理，对对，我们请副主委，好，哎，副主委。你看我好朋友弄了好厉害，来哇！你富贵过宝贝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讲几句。今天真欢喜，阿妈真感谢，嗯啊，终于啊，大期有节目哈，啊，好带了社会正当的一个娱乐，那是正当的一个体育的真相啊。思考的。啊，对哈，我听到伊在讲哈，首先他的意志力跟着。需要按下回做一个向往。首先啦，他都要外快也足了。如果他没有意志力，如果他没有信心，都接呢了，他已经瘫痪的了。我说你家啊，再多给你恭喜，能再重生啊！好，对了，阿妈，恭祝你啊，把呼吁按各位在体育人员安全最重要。他都要安抚啊，先生有功。你一个人瘫痪，是全家人瘫痪，是社会的瘫痪。这些啊，但是要理解啊，再多啊嘛，感谢啊，中医大集合的节目，哦，会当带来给阮第三天的种宣传的机会。是，再多跟您谢谢啊嘛，以上啊，中医大集合，啊的收视率永远是第一。谢谢，谢谢，不注意。口才太好了，高峰伟，高峰伟，今天呢，我们都没有可以挑的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想口才这么好，对，再让他捐钱是有点为难，好，我们自己捐好，好，好，为了温朱春碧啊，朱慧高台，哦，高台了，朱高台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5000块奖金，好，谢谢谢，好强啊，那个就笑笑笑，温朱慧标准多少人？没有，姐姐来姐姐来，好，姐姐姐来，但你跟我上班，你休等。先翻这个5000块啊！啊，给我们林老师一个来，谢谢天后宫啊，谢谢安徽安一块对了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，对对对，不出一个啊，不出一个要鼓励年轻人，安那个对啊，那来对我觉得手头紧的哈，小工手头紧啊，手头紧啊，手头。这囡仔呢，手头很紧啊！我起码挑战这关困难了，中难的啦。这关是下面一关嘛？对对对对对。2万那一关。伊若回过来制作单位，哇，甲你总啊共出2万块耶！哇，三个到顶出。OK， 来准备好。这个游戏跟刚刚又不一样，刚第二关就很难了。没看过哎。这一关呢，是我们那个黄金鼠。哇，来要怎么过关？啊，这跟刚一样，还我嘛。要怎么过关？一样要把碗给调正，站起来3秒还。这样会摔过去啊。然后对，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往这边翻，但是它其实有一半已经在外面，可能会摔下去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跳上去之后，你想办法只要把它调成这样子，哦，转一百八转回来，这样就过关了。哦，这样就比较稳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它有它的难度了。是啊，调了过去啊。这要怎么转得过去啊？第二关可以直直往上跳再翻正，但是第三关是左右上下都为难呐。谨慎跳啊，2万块啊，这是我帮你争取的啊。因为这个本节目首跳进阶版，没有人跳过。欢乐不懂，第一次起跳郭宗佑，这个应该很好摔哦。好来，哎呦，哎，过步了一下。稍微豆腐一下，没有人跳过。这一跳都卡住，下来了。这一跳都卡住，下来了。很难啊。嗯。啊！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。机会了。来再一次。这个碗的方向跟刚第二关的方向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好跳，要转了。你要跨出来，不晓得怎么跨。现在地表唯一能过的就是它，黄金鼠。黄金鼠。好，再来一次挑战，一个跨过，卡住，卡住。不错了，很厉害，眼泪在眼眶。
但是你已经让我们副主委为之惊艳了，说哇，一郎一郎平衡呢，现在不做了。对啊，不错了，要不要精神奖励啊？要不要精神奖励？来，精神奖励。戴、哎、小姐哈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的金手能治好几种。嗯，那我起码研发，我这一点香蕉蛋卷，香蕉蛋卷真的口味真的不错了。好，香蕉蛋卷，所以讲今日阿虎介绍，他对这个农产品农业的金手的目前这样子，他是怎样去研发的？是，来你讲。我的香蕉蛋卷是用咱岐山。真正岐山的香蕉，新鲜现打现做的，足健康的，足好吃。吼啊，大家若无去啊，阮伫这庙角遮尔吼，三个汤真鲜体工坊吼，现做的吼。你要看？若无去啊，等下咱去啊参观看嘛。哇，现做的，现做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来来来，谢谢，继续送幸福。今天在现场看到生命斗士这样勇敢的面对生命，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啊！接下来我们来玩超级倒立式，究竟今天会有哪些乡亲要来挑战呢？进行的是超级倒立式，首先还是女生的版本啦，对，大家可以尽情发挥。女生的呢奖金没那么高，但是总冠军还是有4000块的。好，欢迎参赛者，来，女生来，哎呀呀呀，欢迎，你好，好，来，先从这位好了，你大名？童慧婷。童慧婷现在是什么学校？奇美高中。奇美高中。慧婷哈。现在高三。高三。高三。你老家在这里吗？美浓。那米农。美浓啦。他赶紧啦。对。啊，客家人。米农雨伞客家板桥。雨伞，对对对，都很有名的。哦。家里是做雨伞还是做板桥？没有。嗯？都没有。没有一个讲中的。那总有种菜吧？自己吃而已。啊，种菜自己吃，自己吃，有农家子弟，是是是。啊，你的偶像是樱桃小丸子哈？没有，他不干了就行了。门开朗嘛，开朗开朗开朗。你大名？我叫刘丽玲。刘丽玲，丽玲，你有没有参加这个单元？身材不能太壮硕。对，三位都很平均哦。对，也是体育选手。不是，是学生，普通学生。学生哦。平常做什么娱乐运动？打篮球。打篮球。对。您是跆拳道。对。跆拳道。跆道。大名林永怡，永怡啦，现在是初段，黑带，黑带，就上段了啦，是是是是，所以大家玩这个游戏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对啊，注意到安全。他们的体能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个子来讲也娇小，不用负荷竞赛，实力相当。那我们这边看女艺人，女艺人身材跟她差不多，就是玛利亚了，玛利亚。玛利亚4000块，你不赚那 Yuna 还想赚呢？很难呢，我手头很快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赚钱，我手头也很紧。你手头很紧，我裤口裤袋也很紧。那你要参赛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加一位。加一位。加一位可以加1000就要想一下。加他在里面算最重的吧？他不一定吃香啦。对啊，搞不好我重，然后就会过不去。好了，就位了。好了，第一棒请就位。来一位。好，女子组。第一棒是在15岁的这位跆拳道选手，啊，目前卡到一半，哦，他还可以这样子完全跳跃，好厉害了，摆了个过热台球，你帅哎！你刚为什么中间停顿一下？因为荡不下去，荡不下去，结果后来怎么？靠腰力。对，哎，后面的摆荡很顺哎。对，你看，最后它荡起来的时候，顺着那个浪就到底了嘛，很快就到。一到底，它马上有抓到，不会比较危险。万一没抓到，整个就掉下来了。嗯，对，有算有抓到有完整，一定要抓到啊，不能用脚啊，几秒？11秒47。11.47的，记清楚，11.47。来，谢谢。那接下来17岁的，请就位。预备，现在17岁的啊。好，17岁这位女同学，那摆荡很顺。前面很顺，为什么卡在那个双环？一直抓不到环，干脆就是抓那个彩球算了。他是背面的，背面，他没有被正面。他如果正面，他就去抓了。他一直在那边背面，他没有办法这样抓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校正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以为可以，就是要一定要抓两个环。哦，没有啦，环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你很顺手的浪过去抓一个环。也就可以抓，对啊，可以啊，不一定要。但是这个动作会很危险，有时候你一下没抓到就没了啦，就下了。几秒？15秒81。15秒81，来，谢谢，休息一下。好，第三棒实践的，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好，从北部来的这位同学哈，来，实践大姐，他好轻哦，那个绳子都不动了，绳子都不动。摆荡算是缓慢。
看着办。哎，你真的很轻哎，你连弹那个绳子都不太动啊，不太弹。像我们那个已经动，当当动，很沉那样。他这个都没动啊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差点也因为这样差点弹不动了，几秒。12秒09，哎呦，12秒09，所以我们台中到了，女同学暂时领先了。对，台中的高手，你目前是坐一望一啊哈，你现在是1147暂时领先，那两个也不用看了，我看，来，预备，好，云娜，想要赚点手头紧的要靠自己了啊，来，赚奖金的机会，好，你有办法挑战人家11秒的成绩，神经太累了，神经要沉一点，好，来，那终于卡住了，往前，再往前，好，还好，还过得去。为什么会？哎，它有弹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其实你的弹性是很好的，如果用对地方，你看弹就往上弹，就一直弹。因为中间有平隔一阵。就是因为往上弹，没有往横的。对，我应该手要再往前。但手还蛮有力量，蛮有力量。来，几秒？11秒94。哎呦，输那么一点点。还有那么快啊？输了0.5。来，奶奶，你恭喜你有第一名了，马上颁奖了。来，还有啊，还有玛丽亚。那个首席部长要见公。哦，是忘了。耽误大家20秒内，好不好？20，不要20秒，11秒啊。没有，给你绑啊。对啊，太敢播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进来，玛丽亚。怕高，对不对？还好吧。这个高过。人生没有站过这么高峰过。预备。玛丽亚，在第一名是4000的，我再加2000给你鼓励。玛丽亚，你真好。哎，他很会那个啊，哎，假眼哦，说不定啪啪啪啪就过去了。哎，你快，你还加了2000呢。就飘就飘，因为啊，那其实非常紧张，他第一次来玩这游戏哦，所以你看到不会摆的，很好，有啊，你的核心肌群要用力，有了，太快了，完了，太快了，光彩球还过不了的，太快了，光彩球还过不了的，好可惜哦。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几秒啊？抓到的话是12秒。哦，太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再练几次，下次再。对，你基本上就习惯了。好。哎，恭喜你第一名哦。哎呦，这个太厉害了。马上要颁奖了啊！4000块。那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副主委。哦，副主委又来啊！副主委，另外一位副主委。不注意了哦，邱副主委你好，跟大家讲几句话。哦，这个马多表保龙300几年啊，是咱基山区吼诶建筑庙，吼是代表咱所有基山家吼诶宫庙吼，所有的部门拢是以马多表家为准。哦啊，真感谢啦哈啊，恁有这个诶无去验咱基山区啦哈啊，直接来阮业主委管理委员会哈啊代表。我再来黎明哈，阿来感谢您啦哈，谢谢啦哈，简单啊你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副助理。那这个小朋友有获得奖金，要是颁发4000块奖金啊，4000块奖金，来谢谢，这边还有现场还有配乐，这边还2000，4000，谢谢，放假哈，谢谢，你说带来哈，你怎么有音乐？来谢谢，哎，这等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不是你找来的吗？哎呦，还现场的，不是放啊？现场有哎，现场做的啦。好，来，哥们。哎呦，大桥。你们好。哇，他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。哦，是社会福利基金。在旗山吗？在田寮，在高雄市。田寮有一个点，离这边很近的一个点。这是要照顾哪方面的？自闭症的孩子。自闭症。对。自闭症小孩应该很聪明啊。有部分很聪明，有大部分都是很困难的。这样，哎，50%-60%，他们大概终生没有语言能力，没有办法沟通的。嗯，那我们就去从小就栽培他们。这个画，这个是这个画是我们，画很漂亮，这是我们孩子的画，我们也是开发他们的绘画的天赋。哎呦，好厉害！所以这个是。你画的小朋友在吗？我们小朋友，这你画的？对，是我画的。嗯，画的很漂亮。那个龙被称为是龙的时代啊，龙的时代，龙所有都灭亡之后，龙的灵魂都会有女神来迎接他们，送成为新的灵魂，新的生命。新的生命，对，是社会局长，社会局长，局长好，大家见面啊，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嘛。是，那今天
那个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打击乐团的演出，他最主要也是希望说在这个福泽基金会跟西星儿社福基金会在2月15号到3月12号在高雄市新兴区有他们的作品的展出。对，你要继续努力，将来也可以化成哦。对，邀请大家来看他们的作画，未来可能是成为环谷的这个接班人。我也希望。谢谢他们悦耳的乐声，增添了许多欢乐气氛。新星儿更是需要社会大众更多的鼓励、协助与了解哦。这位画得很棒的同学要来挑战我们的当力士，加油！我们给你鼓励哦，过关就3000块了啊！加油，我们给新星儿一个机会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颁个2000块好了，一人1000块啊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体验奖金了哈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，希望你画画展成功啊哈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男生版本的极限版了。横杠喽。男生的版本距离又远，横杠哈。好。来，欢迎男生极限版本。来。来。哇哦哦，都是年轻的壮汉，高中生吧？大学，大学几年级？4年级。4年级跑步吗？没错，从看身材就知道一定有在运动。有，瘦小型的。那这主播公问他机能如何了？那一定没问题的啦。对啊，健身。哎，对，大三。大三，你看身材就知道，跑步健身。对，根本不用套的嘛。真的。这身材一看就是跆拳道。国三。国三打跆拳道。国三，极限版的都很厉害啊，跑步的。还有健身的啊，跆拳道的，跆拳道的，那我们应该派谁来应战呢？我们可以，新同学呢？教练等级的，新同学也可以。你到底可不可以？手头紧吗？有手头紧吗？紧不紧？先说手头紧不紧？这你学弟不是吗？学弟手头紧，应该派这种新面孔来。可以啊，秀帅小鲜肉，小鲜肉四个。四个极限版，四个极限版本，最低一名6000块，男生有6000块，只有一个第一名的啊。来，1、2、3、4，来请就位。好。啊，因为这是跆拳道选手最年轻的啊，加油！好，这位国三的选手，站快一点，再往前来。好，这个衔接有点远哦，他先出左手还是右手？有点拖。哎呦，单手摆上就刮彩球了。加稳的啊，几秒？15:19，1:19:19，成绩还算不错，没办法。来，接下来第二棒，来，预备。哎呀，我准备动作哦，我要举重是不是啊？他好像那个动物频道，看那个动物，哎，敌人。猩。没有，他有点像游泳选手要跳水一样了。就是动物频道常常拍那动物游泳。他冲出去的，预备。注意看他表情，注意表情哦，表情。你别动作。表情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整人家了。硬了，那个镜头都是硬的。你就赶快吹啊！就是还要预备嘛。他在憋气。好了，来，劳力人的战斧有没有？哎，不开玩笑。预备。是真的。哦，他应该是，哎呦，他只要用双手，用快速。接着做右手，再来再做一个左手。他不等时间摆上，被逼到了。这一趴会不会都在拍脸啊？全部都是拍脸。没有。他这个叫做露踢供啊，你这是什么招数啊？我就随便自己想的，就想要很快这样。其实来之前在健身房就已经想好了。没有，我前两天才知道来这里办。哦，但是以前有看过吗？有啊，我过年的时候看就很想来玩，哦，刚好遇到。可是你当并没有摆当啊，你是用这样戳戳戳戳的。你觉得你的表情有帮你加分吗？没有。他这一段哈，他这一段的表情的播出会比这个还要多。表情是这个啊，只有这一段啊。对。你为什么把嘴巴那样？对，我憋气啊，运气啊，哦，冲出去就是靠力量了。对啊，哦，好，几秒？7秒7。哇，省一半。你看后面两位，你看你只荡了7秒，你刚刚运了10几秒。我会累死。代表他的表情。
情是加分的。对啊，但是他可能冠军啊，七秒多呢，我用表情在拉。来，恭喜了啊，这证据第一了。用表情在拉。第三位，哎飞，现在七秒多，战绩第一啊，跑步的来一位。来，表情可以省。我来了，赶快啊，表情表情秒，跑步的。更快，他被逼到了。他是腿力、脚力、手力、腰力通通来的，所以整个甩就是协调。可是你万一没抓到呢？你刚刚差点没抓到啊！有，已经这边已经稳了，然后所以那边才抓。哎，完全是靠他的腰力耶！对啊，腾空啊！表情哎，对，你看，当他身材体型没有那么壮硕的时候，可是他却那么灵活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嗯，对，技巧性很够，低过七秒了。六秒多，我觉得有的拼的不一定。六秒八几吧，来七秒了，多少？六秒二二。一个比一个酷，一个比一个快啊！对，那后面不用比了吧？压力很大耶。你可以比。表情，表情，表情，表情啊！你要不要换一种队伍？六秒多啊！运气啊！运动加精神，因为。好。好，他看起来很快，上啊！你不用慢啊！哎呀。你走路慢了，我帮你加分。把你的脚要动，腰要摆正，对，他完全不用上臂的力量，天灵水地啊！还是有表情，还是要有表情，还表情，表情。哎，你不是在练身体吗？怎么没有练这个？没有练到腰力啊？不太会。不太会往腰力不要这样动，不太会这样动，抓不到感觉。我是想说给他表现机，我没想到跟结果对啊，没有表现算了，就表现这么这样子。来 ，Terry， 你要帮他完成啊，需要你帮我下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学弟没完成，学长要帮你赎身呐。还知道自己的腰力要自己完成。好，交给他来，有没有办法机会来把他完成？他常常这样，其实他常常这样。对啊，看到没有？你快，你速度很快的。你快有什么用呢？你就抓不完呢。好，那我们请，哎，还有我们会长啦，李长你来，来，请到前面。来来来，你这是湄洲里李长啊。你先讲。啊，我们今天也就公仔啊，还要送给那个公仔，有公仔，公仔，还有他，好可爱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送给我们这边观众的哦，那眼睛会发亮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是送给网友们啊，真的。哦，这可以摆在家里的桌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没有开光，也质感非常好啊，真的。有重量的哦，金鱼也就是金鹤鸭，金鹤鸭，金鹤鸭对了，对，就是金鹤鸭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我们旗山在地的香蕉蛋糕，用我们在地的香蕉下去做的，还有离港的柠檬蛋，柠檬下去做的柠檬蛋糕。哎呦，对，这个也是分享给我们网友嘛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礼物都是要给观众朋友的。到 FB 来就有机会拿到。感谢感谢，好。啊，我李丢阿伯讲，李丢。哎，感谢哦，相当感谢今天哈，我们。高雄市旗山区湄洲里有综艺大集合，这个全台湾最优质的综艺节目哈，莅临来这边录影，是谢谢大家，好欢迎哈，欢迎来湄洲里观光哈，有许多的小吃哈，跟巴洛克式建筑，还有旗山天后宫哈，还有我们的旗山孔子庙，是我们地方市场的夜景的景点，欢迎各位全台湾的乡亲哈，都来我们旗山的。这边好观光，多走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颁给第一名是6000块奖金了哈，是是。这是咱这个胡朱威吗？谢谢胡朱威。嘿，来，请颁给他。谢谢，谢谢，谢啊，除了这个的话，我们的刚刚呢，我们这个还是礼物，小礼物，小礼物哦，来来，两位。谢谢，你本来七秒多要赢的，结果连六秒都被拿走了哈。谢谢你们啊，因为呢，我们的这个采访新兴儿社会福利，因为，听说我们这边也要有爱心，要捐款的，是不是？会长啊，会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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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新兴的我们就是一个社福团体啊，那我们军武委员会也是一个社福团体，是你们社福团体，然后今天也想跟
就是说捐钱给他们，捐钱给他们，谢谢。是金虎爷会了，他们是一个慈善的单位了。是是是，对对，被关机关我这一问。捐1万块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请董事长来接接接接受哈。哎，谢谢金虎爷会啊，来捐款给我们星星星星儿的啊，社福基金会。谢谢谢谢，感谢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伟定啊，谢谢伟定，感谢伟定啊，来谢谢，继续送幸福了。好嘞。游戏关卡超级当力士，真的让大家看到什么是超越极限呐！成功跟失败真的是只有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哎呦，哎，关哥，你有看到桌球桌吗？哎呦，今天又又打桌球了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又要欺负人家了，对？没有没有，今天不一样啊！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人哦。他8岁就开始练桌球了。八岁，说实在，8岁练的大概有几百万的人，8岁。对呀，对，都是从小嘛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厉害的是，他14岁就当选国手了。哦，好年轻啊！14岁，14岁就当选国手，也有几千个了。错不错，缩小了缩小了，这都不是重点。哦，重点是他现在世界排名第五，世界排名世界第五就没几个了。那就只有5个了，就5个，就5个了，就世界第五嘛，就前面5个，哇，那这个了，这个说起来我们就要认真了，这可以隆重介绍他出来了吗？好，赶快赶快，是这个，哎，就这位大哥，你好你好，哎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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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明志40岁，身障桌球世界排名第5名。32岁时，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左腿，沉寂一段时间后决定加入身障桌球，曾经打败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，震惊国际身障桌球界。你好，你好哦，你是世界排名第5。对对，现在世界排名第五。世界排名第5。对，哎，可是你是本来就这样，还是后天？后天车祸的。几岁发生车祸？32岁的时候。32岁。对，八年前。八年前，嗯，是被撞。对对对，被酒驾的撞。啊，酒驾，酒驾都可恶。更不应该啊！可是你，可是你14岁当选国手，你8岁开始练乒乓球，到32岁还有在打。对对对，到车祸过后2年。对，你车祸之前也是国手吗？车祸之前是青少年国手。青少年国手，嗯，说实在的，莫名其妙被撞的时候，一般30几岁来讲，哇，恐怕没办法适应吧。对对对，一开始1年多就是都关在家里，都不出门。嗯，然后因为意志那当时还没有练好，嗯，啊，所以出去都怕人家看。嗯，对了，心情很难调试啊。对啊。那经过这么久，是谁给你鼓励？最后你那样勇敢走出来？我就有父亲说，你一定要走出来，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养我一辈子这样。类似，嗯，然后开始训练体能。对，开始就是先腿的肌力，哦，上半身的肌力，算开始复健。开始复健，然后就开始又在重拾您的桌球。对对，受伤之后大概半年过后就开始又在打桌球这样。嗯，这故事听起来虽然是很，确实很简短这样哈，但是中间的发生过程是晴天霹雳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于一般人来讲，可能真的永远走不出来。是啊，对。那你世界第五的身份是就是后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。对，就是后来打了大概3年的桌球，嗯，然后就是积分慢慢累积这样，然后累积到世界第五。哇，世界第五是这么样子来的哦。世界第五哎，现在还有常常代表我国家去比赛吗？有，哎，明年还要打那个2020的东京的残障奥运。东京的残障奥运，这奖牌就是不一样，跟早上我们看的就不一样。没有这样，都是奖牌。但是这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这里约嘛，里约那个银牌，银牌哎。所以他也是我们的骄傲哎，对，也是奥运国手哎，没开玩笑的，不是啊，对，郭宗耀，有你找他来，我们谁能跟他打？谁？你个奥运国手，我们怎么打？我把线拉到后面欺负他吗？不行嘛，对，那就不能对啊，对啊，我先试试看，不，你啊啊，哦，你真的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就干哎，你很会呗，我们这里谁会打桌球的？我兄弟他以前确实好不好？他以前是国手哎，乒乓球国手啊，你以前是没有，后来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他现在很好。我现在还是很厉害。不是，你后来为什么没练呢？因为读师范大学，读教书，就是想要当老师。哦，所以你有在教学生？对，有在教学生。杜继翔，不要以为他是靠脸吃饭的模特儿偶像明星哦，他可是曾经被视为桌球天才，从小接受桌球训练，中学时期成为青少年桌球国手，大学时期还代表台湾师大参加全大运，获得许多奖牌，到底多厉害呢？郭中佑要来与杜继翔比划一下桌球实力，看谁能与世界排名第5的陈明志老师 PK 啦。太阳下山了啊，对，下山了，不要旋转了，好，不要走路了，走路了。
他，不可以旋转哦。国中好像不太行嘛，不是很会打的吗？对啊，不要炫技，正常打。还想杀球？你刚才邀人家，你看好像不会打了。吴阳，吴阳，吴阳说了，吴阳说了，吴阳说了，你会吗？他等一下，可以，我可以试试啊。因为他拍的位置。哦，吴阳，吴阳，吴阳，这些球，这些球密集掉了。吴阳，吴阳，我打顺打顺，顺顺打就好。哇！谁比较厉害？看起来，哎，指导师看起来好像他比较有实力打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来，吴阳，他说都可以啊，谁来都一样。请就位，请就位。哦，真正精彩的来了，绝对不可以错过这场国际水准的桌球 PK 赛。老师这样，他站着打会比较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你不是你就站着不要乱移动就好了。你连动都不能动，预备，两只脚进去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哇塞！这个桌球好快啊！快！而且，我眼睛啊，也就是要用来打骷髅头。我晕了。你现在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你真的会耶，一样的高度，你是现实。我看到你的专长了，你乒乓球打得好，对啊，你是国手。季翔，早知道就不要让你去吊单杠。对啊，应该保护你的手才对。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，也拍也拍拍拍拍，啊，你讨论。就给你，就给你。但是因为坐着的话比较能拉距离，对不对？一般打了可以拉到后面。对对对。对，跑到隔壁地方，然后向着还可以把球打回来。没有，真的越打越远呢。来一杯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！哇！陈老师，陈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表演嘛？对不对？真正在比赛的时候有在杀球吗？有杀球，还有一些旋转。啊，你杀给他？你怎么移动？没办法移动，不是吗？移动就是你要靠身体的转。啊，可以这样子啊？对，退路。可是他现在根本都不会啊！你怎么你杀他，他可能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掉他短球，他可能就打不到。好，你试试看，好吧，来。我要吊你哦！挑战哦，挑战哦！来。哦，真的。哦，真的。太难了。哎呦哎呦，打一个奥运选手，我是没打过啊。奥运选手花地上。来来来来来。从这个短短交战就知道，我们这个奥运选手坐在轮椅上是怎么打球的。对啊，他现在算客气，可是季翔真的可以看出实力，真的会打，真的会打，一般人交球交手两球就再见了。对啊，你可以这样跟他往来哦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他真的算国手了。你现在站起来，好好的杀他球，老师你尽量杀，要放球杀球，他不能杀你。好，对，来一位，杀他，杀死他。哎呦，你又蛮厉害的，气象不错哦。他又快跑到好远去了，真的，越杀越远。气象他还接得到哎，幅度太大了，哇塞！哦，越打越远，越杀越远。只有兄弟啊，兄弟厉害厉害了，陈老师太厉害了，已经欣赏你的球技了。这不是他厉害，是他可以给他把他打到那边去给他打。对对对，还准呢。他比较像过去那个成龙年代师傅在训练徒弟，爸爸爸爸上楼去。那这样，我想考验老师一个，就是说，哎呦，因为他已经完成我们节目了嘛。嗯。我想他打移动的目标，可能我想过了。
如果、你是说打矿泉水瓶子对不对？那老梗，你上次用过了。没有，那个打街角那个我们就不算。来，轨道给我轨道。哎呦，火车一个高铁，这怎么弄？待会火车一开呢就走，你就要瞄准准点，因为它是移动的嘛。打到一颗是2000，啊，打到一颗2000，三颗球机会，三颗的机会，一颗2000，两颗5000，两颗5000，三颗全就到10000了。哦，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吉祥，你要不要先试试看？可以。高铁嘞！高铁的速度。你打到火车，打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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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桥，预备。水哥，我们陈老师被脸丢杀掉几万个是假困难，假困难，假困难。好，来一杯，你要暖身吗？不用，直接来啊！好，一杯。移动的目标物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来再来，我们来看。直线，直线，快一点点。而且他打得好扎实哦，对，很扎实哦。现在再中就5000了，现在第三颗也就是最后一颗了。哇，他习惯打了一个角度哎，两颗，三中二，老师太厉害，太厉害。太厉害了啦！是是是，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呢，真的是出门在外，不是你小心就可以，对，别人也要小心，对，啊，注意安全，不要走过这样。那我们也谢谢你的故事啊，嗯，我们要颁5000块，5000块刚刚讲了，来太太要在后面，太太也在，也来到现场啊，一起，你也是桌球国手，你们是，还在学习当中，还在学习当中，你们是从后面才认识的，对。哎，我们4年前就认识，4年前也是因为打比赛认识。对，可是你32岁那时候还没结婚，还没，那时候还没结婚，是车祸之后因为打桌球认识了他。对，所以你们俩就结婚到现在。对，去年才结婚。恭喜啊！林贵姓？双木林。林小姐你好，你在卖这个？对。哦，这你自己做的吗？这个全部都是自己做的。叫做曙光手作烘焙坊，大家多多支持，尤其网络可以订购嘛。对，都是网络宅配，因为是我自己就是个人工作室。是啊，大家想关心可以上网看曙光手作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可以请大家吃吗？还是可以啊，跟大家分享。哇，太好了，分享你们的结婚喜饼了啊！还有，恭喜啊，结婚喜饼啊！还有朱丽姐，朱丽姐，谢谢你们，恭喜你们，来我们颁奖，来5000块，来，总共5000块，5000块奖金，手作饼干呢，3000、2000、5000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啊，当然今天除了陈教练，还有其他的教练有来到现场，教练好，是跟你一起比赛，搭配，我们是搭档，哦，双打，啊，双打是两个，刚刚没看你们两个对杀，怎么可以？对杀一下，好，对杀，对杀一下，看一下。打个了解，你们这个这种比赛怎么练习的？对，来，麻烦你。就归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级桌球 PK 赛啦！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的呢？好，我们只看他怎么样练球，练这个。你看他们奖牌都满身的了，是啊，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了。来，预备。这两位平常是搭档啊。练球就这样练，是是是。感谢那个我们桌球界的号角响起哈，喂，搭档双打。我们今天介绍了蛮多这个很感性的故事，就是说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很多发生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来报道。同时，我们在人在黑暗之处啊，我们随时要点亮那般若的火花，哎呀，让他抓起那光是有希望，给他们一点希望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的能访问到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来做节目，也谢谢你们呢，也带给我们了无限的希望，是谢谢正面的能量，对，继续为国争光了啊，谢谢。好，希望今天安排的节目大家喜欢，东西要上网买，还有东西要送给大家，哎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间8点锁住名师，收看我们的创意大集合。